你怎么不去房间跟弟弟妹妹在一起啊？你老自己在一边也不行啊，你不无聊吗，图图？你把这个当床了呀？可是这里也没有房间的床舒服呀。这里可以看楼下，是不是？不无聊，对不对？可以看楼下的车子，看风景。那妈妈给你拿点吃的好不好？想不想吃？妈妈给你打开好不好？你又要去分享啊？看我拿了一整包，他要拿去跟弟弟妹妹分享，是要跟大家一起分着吃是吗？给图图吃，给妹妹吃，哎呦，杰瑞吃，你们三个要一起玩，哎呦，你们在一起吃东西啊？杰瑞，你怎么跑到一边去吃了？